喝点茶吧，刚刚沏好的。咱是不是说好了要长期绑定一块做的啊？你现在高位套现是几个意思？你怎么确定是我抛的呢？难不成你现在要跟我说不是你？我记得你刚入手科瑞的时候，股价还不到十块钱，现在已经涨到四十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不是王先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一件什么事情啊？我不是你手下，咱们俩是合作关系，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你是不是应该知会我一声？ 我记得我知会过你了，但你不听啊。不过现在抛也不晚。那我一开始也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，我挣钱不是为了放在家里边数着玩的，我是要拿去投资的。我是要让新高科成为一家投资企业，为我们私募基金铺路的。郝老师啊，你有远大的理想，我非常佩服。但是新高科对外宣布的那些项目，有几个是真的啊？ 你这些话骗骗老百姓，骗骗股民是可以的，水到渠成总会破裂的。给你句忠告：高位套现，去过另外的人生。我不敢苟同，市场对我们很有信心。 投资人会源源不断的，我们会一直走下去。王先生，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，你现在要坚定你的立场。我做生意多年的心得告诉我，要随时做好软着陆的准备，这样的话才不会死得更惨。所以你现在要跑路了，是吧？ 这样行不行？你适当的跑，我通通接下来，你走你的，剩下所有的事情我来帮你打理，最后我还给你分红。道不同，不相为。 继续跑。